搞点芥辣。大哥又不吃芥辣。他吃别的嘛。哎，不知道。这个大姐买的衣服蛮好看的啊、哦。还可以啊，显得很有气质的是吧？嗯。大姐的眼光不错。这个凉拌，凉拌苦瓜，白灼苦瓜。嗯。要么就是肉，要么都是素。我想吃素，那天气太热原因吧。嗯。行不行？不行，再让我来嘛。辛苦了。可以了。辛苦了。把菜翻过来。啊，这个。这个白灼，这个碗呢，是拌了。哎呦，还有蟋蟀上来吃我菜呢。现在去算吗？你爸还没上来呢。你爸了，那就等一下呗。你爸没收。我先打个电话给我妈去，看我妈有没有空先。嗯。看我妈在干嘛。你不要说我说的。哦，没事啊，这有什么？你说的，你为什么要说我说的呢？擦水。喂，你好。那我们阿姨吃饭了吗？吃饭了吗？小九问你吃饭了吗？他听不到。没有。我们在吃饭，现在在吃饭。怎么那么黑？家里不开灯啊？家里不开灯吗？那么黑。不忙。过几天过来柳州这边。吃饭好吗？好啊。过来跟，到时候看一下，我去接你们，还是你们过来这边吃饭？就是跟小九他们，父母一起吃个饭嘛。好啊。那到时候我跟你们约好时间先哦。我们来接也行啊，你打电话。不去接吗？那叫我去接。那你回去接。那到时候我跟你们说，叫我爸一起喽。我爸在干嘛？看电视啊、嗯。都吃饭了吧？吃了。嗯，那得，那我吃饭先。到时候我跟你们说，我去接你们哦。等我们忙完先，我们吃饭。啊，我们吃饭先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我跟我妈说好了，到时候我们回去接她。好嘞，那吃饭喽。应该你爸妈应该不会觉得我妈在是农村的吧？我们也是农村的呀。不会觉得穿得不是很好啊，没有那么时尚的，不像阿姨什么在大城市。穿的不一样嘛，都一样。那等我们忙完就去接他吧。嗯，看你什么时候忙完先了，这几天先忙完先了。嗯。大哥怎么没下来啊？那好吃。是不是知道今晚全部是素了，两个人不下来的？怎么可能？在家吃烛光晚餐呢。也是有肉的，你还有块腊肉的。